有冇试过坐游轮去日本玩啊？推介你坐哥斯达游轮沙伦拿号，六天嘅行程带你玩匀冲绳同埋宫古岛，一个价钱已经包咗船票啦、住宿、一日午餐同埋玩晒游轮上面嘅各种玩乐设施，真系超值啊！喺香港上落船，嚟紧农历新年2月17、22号出发，快啲上网订购啦！